这是纳谏，说练上化谏纳谏以后，就可以上各种法谏了。说现在就开始刚才这个就是个基音啊，这就是个大基啊，大音的大，大基。这个大基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说对方来了力以后呢，我一个小圈把对方拉失重了啊，完了以后两个手和后脚后跟一合，把音发出去，这是个基音。这个劲是手放劲，这个手放劲就好像把这个把那个线吧这么一转转起来，把它收起来，完了又再发出去。说这个力是怎么来的呢？对方要想把我推出去，我呢是一个小圈啊，把对方拉起来，失重的情况我把它发出去啊，这就叫收放劲，收就是收回来，放就是发放出去。这个劲叫开合劲，说对方来了劲儿以后，我把它一开，对方失重，再把它发出去啊，一开一合。开合劲儿，这个劲儿叫吞吐劲，吞就像射吸式，一下子把它吞进来，吐劲像射吐心子，啪送出去啊，这叫吞吐劲。这位吞吐劲，吞就是收进来，吐就是发出去。这是钻反劲，什么叫钻反劲？这个手往前这样发劲，说我这个肘拉过来，这个手往前像钻头一样钻反劲。钻反劲，这个是抖探劲，说抖探就是手啪探出去啊，抖探劲啊，抖探劲。这是拧锅劲，一拧，拧就是拧住，锅就是锅住的，拧锅劲儿，拧锅劲儿发出去。下边演练抖手劲儿，抖手劲儿就是说把洗完的衣服一抖手，这么一抖手啊，所以说这么一来拳的时候，抖手劲儿。下边说